目前，马朵机器人工作站已在日本知名化妆品公司生产基地使用，降本增效成果显著。原先人工仓储额定的160盒一托增加至200盒一托，仓储增量25%，时间成本节省10%。随着层数增加 ，G12 协作机器人通过升降轴进行上升作业，增加马朵层数，实现仓储空间利用最大。